说尽艺术，就好像是与我同生一样。这一生呢，我所有的快乐都是从艺术中来。但是我也从尽了艺术中，我也得到很多不愉快、眼泪。 形成我的性格，情绪化，很强烈，就是很重情，很重义，很重仁义。这都是艺术给我的滋养的结果。我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就是一个被艺术所拟化了的。 中国话讲究要诗书画韵和谐，这四样东西都要和谐。 作用呢，就是你这个画之外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你画这张画的，你的意图是什么？你要想说明什么，就是画没有说明的，你再加一点，你就有这样一个作用。
我所有的山水和河啊，凡是要题诗，都是我自己做。我是锻炼我自己，能够在画画中间、过程中间就把诗形成。不愿神风入九天，就是我不愿意当神仙。非是难升高处寒，不是的说，因为在天上太冷了，我不敢去，不是这个原因。尘凡生来，我在红尘中，凡人生就了来，俗品，我是当不到神仙，我是个俗，很俗气的人。恋在人间伴荷叶，为啥子？因为我喜欢荷花，我要跟荷花一对生活。你这不愿神风入九天，非是难升高处寒。尘凡生来俗品，恋在人间伴荷叶。回去姨妈，他们都曾经教过我 一篇文章，叫《爱莲说》。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就是歌颂这个荷花，就是出污泥而不染，这若清廉而不妖。水壶之外有鱼，但是又很端庄的，就是这样。它中间有几句“中通外直，相宜清远”，这些，我就是对荷花特别印象比较深。